么点看不起谁啊。前两天有个广东的也跟你一样的吧，哎呀，结果打脸打得啪啪响了。不能给广东丢脸了、啊、不是据说广东吃螺蛳粉都要拿清水涮一涮的吗？听谁说的，我一直都是这么吃啊。谣言啊、哦、都是谣言。看你样子好像信心满满哦。你虚一点啊，可以了，开始削啊。炸。好的好的，慢慢吃啊。阿姨干嘛？他说他要三分钟吃完。我三分钟啊。啊，必须的，三分钟都得两箱哦，你吃得完吗？这一点嗯，随便来随便来。哎呦，他跟你讲话已经花了十秒钟三分钟吃得完有一点难。没事，牛皮都可以吹上天，怕什么？一分钟吗，帅哥？是不是很辣？不辣，太饿了，太饿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么大一口，口都缺一两了，大哥有点实力哦。味道怎么样，帅哥？味道杠杠的。以前吃过螺蛳粉吗？经常吃。经常吃啊？嗯。难怪螺蛳粉那么厉害。对哦，这个粉跟你们那边比，味道怎么样？更好吃。柳州的肯定会更正宗的啊。嗯。三分钟了，帅哥，加油。嗯。七分钟内应该能吃完。嗯，还可以来个五两，还可以来个五两啊、嗯、我的天哪，口气这么大啊，估计你明天过来阿姨都不敢让你吃了，这么厉害准备五分钟了啊，出饭吃两个，加油加油，还有一分多钟，出来剩点青菜了，最后一分钟了啊，还有五十秒。阿姨，你怕不怕？怕什么了？只要他们开心就好。你是来监督他的吗？我看他能够七分钟吃得完吗？就得七分钟了。没得啦，帅哥慢慢吃吧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点啊，帅哥。还有没有啊，帅哥？差一点点。那暂停吧，帅哥。暂停，按暂停了。吃饱了没有，先？吃饱了。感觉怎么样，帅哥？太爽了，在湛江没吃过这么爽的螺蛳粉吧？是。辣不辣？还行。好像被辣哭了一样没？还好。帅哥，恭喜你7分52秒挑战成功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和你的口味就好啊。好的，欢迎你下次光临。